且现在还要恭喜一位人，就是你听说语文考试成了第一名了。对，真的，我语文考试考了全班第一。那你语文成绩既然这么好，那就用你很好的语文水平来夸夸我好不好？我觉得我语文不好。Còn gì nữa đâu mà khóc với sầu. 每次回家过年对对对，那种完全不认识的长辈，哎，你不是上过春晚的吗？你给我唱一个。你最想变成什么动物？如果你可以的话，我还是想当一个。来的时候穿的是羽绒服，但有这么冷吗？北京最近确实挺冷的。然后也是快奔二了，没办法。那你是吃帅气长大的吗？怎么那么帅？是，怎么？那又怎样？对他有非常狂野那一面，对吧？没有，我屁呀！有没有想跟我私奔？有。有没有想跟我结婚？这都是不可能的。帅不帅？好不好看？要不要再看一遍？没有。给你1亿，与偶像林俊杰、邓紫棋三人完成一首歌，二选一，是吗？我选择拿着1亿跑路。预备，开始。我四字弟弟坐着拖拉机去参加颁奖典礼。四字弟弟坐着拖拉机去参加颁奖典礼。为什么不叫山东 TF 什么什么挖掘机学校呢？如果我不做歌手，我会努力考上那一所我梦寐以求的学校，学习挖掘机技术。就差不多那个方向吧，什么挖掘机汽修。自己梦想的职业是什么？学习机械技术，来个挖掘机，挖掘机。你听声音能听出我是谁吗？听出来。那要不要猜猜看呢？那谁就说不是我爸。còn gì nữa đâu mà khóc với sầu。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很帅，我有印象是在我小学。开始我爸那会儿让我去开始学街舞的时候，然后对，当时在昌平的一个小天台上面一个街舞社，然后当时对着镜子开始学老师那些动作的时候，跳完一整套下来就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帅。